最近有网友爆料，在湖北随州有一个民警在执法过程当中打人，还打的是个女人。这是执法犯法呀，还是打了个女的？暴力执法，太过分了。只见一名身穿制服的民警粗暴地按着黄衣女子的头，还将旁边拉架的白衣女子推到一边。据了解，这一幕发生在随州市政府门口。当天近20人因房屋租赁纠纷来到随州市政府上访，采取了吵闹、起哄、堵门等形式，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。但民警在维护治安秩序的过程中与上访群众发生了冲突，才出现了刚才那一幕。网友称，打人民警还口出狂言，说打个人算什么。事情发生后引起了网友的关注，随州市公安局迅速组织调查，初步查明涉事民警在维护秩序时行为粗暴，目前已将该民警停职，并责令其向当事人道歉。都市新闻报编辑报道。就是什么人也不能动手打人啊，何况你这还穿着一身制服呢，你这代表的就是国家的形象啊。这会儿肯定不是临时工了吧？是吧？再一个，居民呀、市民反映问题，有正规的渠道，你采用堵门啊、吵闹啊、起哄啊这种方式，也是不对的。是过激了啊。